Hello， 现在是八月，今天八月多少号？20号。今天是8月20号的晚上7:42，我已经飞回了北京，完成了《巴莎玉树》的拍摄。我就在飞机上面坚持睡了2个小时，我真的，大家都好辛苦，然后还要搬家，救命，家里乱成一团。等下回去吃个妈妈做的饭。今天他把我的嘴画得好大，就是在我自己的嘴巴的外面一圈的画，因为这样子会显得嘴巴比较就是丰满，因为今天眼妆画得比较浓。整体来说是一次还比较开心的工作体验。你看我说话都开始语无伦次了，反正就是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身体。Best friend has a lot to say about you.